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 Minecraft 下界生存。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喜欢生存系列，记得点下你的喜欢，以及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有来过哦。那如果你有留言呢，就有机会让我在你的留言旁边点个爱心送给你哦。OK，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在上一集的时候呢，我已经成功的把一些可爱的小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可爱的小草已经在上一集距离这一集长大了大概两格大，很可爱。那在上一集，其实在很多留言都告诉我说，欸，小白，你记不记得你在那个有一个村民他家附近那边，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泥土了。所以后来我结束录影之后才去发现，才看到，欸，还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泥土，欸，结果我都不知道。好，那这一次呢，我想要先把我们的虽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不过我还是很想要把我的泥土填满。你看这边都是泥土啊，不然这是什么？这不是泥土吗？泥土很多啊，其实不用太紧张，没有缺少泥土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多挖个几组回去吧，所以因为可以种东西嘛。哦，铁矿，哇，在这个下界生存遇到铁矿真的是非常佛心欸。哦，总觉得好像要往下挖，欸，这是什么？哦，没事，我以为是鸡眼，是不是应该往下挖比较容易遇到稀有的东西啊？是不是要反过来思考，对不对？因为这是下界的话，那就等于这整个世界应该是往下。哦哦，玛莎嘎，新的冒险之旅。哎呀，好大哦。Hello， 火种，神秘的绿色四只脚，它粘在上面嘞。Hello， 哎，它宕机耶，它宕机耶。Hello， 我想去戳它，它看到不会掉下去，我觉得它会掉下去，让我戳戳看好了。切，平安的坠落，切，我还以为你能够让我的那个什么。影片更精彩呢不要不要不要，我随便讲讲的，拜托你不要，你不要突然就瞬间到我后，呜呜嗷，呜呜，不要让他射到沙子，不要让他射到沙子，会掉下去。哦哦，我真应该准备一个武器了。哎，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可以冒险的坑呀，而且好像里面有一些不错的矿物。好，这样子呢，我们的空间也就被我给整理出来了。再来就只需要把它给填满就好了。不够哦，还有一组。OK， 我来算一下哦，一二三，欸，少一层。好了，各位请看，这就是我们的农田空间啦。然后话说，刚刚那个洞窟其实我还蛮想去探险的，欸，我们去看看好不好？虽然，欸，不是虽然，而且我们也挖到一些铁矿嘛，而且我们还有那个装备光碟，记得吗？哦，自动战甲穿载包刺客版本，这个可以派上用场了。我们等铁烧两块吧，差不多两块，有吗？有两块，然后我们就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有藏什么宝藏，对不对？它下面应该也会藏类似这种类似小宝箱，然后让你去冒险的那种物品在地底下吧，对不对？我是这样子深信着啦。那顺便我们还可以拿稿子，有没有稿子？再一个铁啊，对哦，其实 BOSS 会不会很难打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要去挑战看看，欸，还是不要好了，等下一集再说。你们觉得我打不打赢的 BOSS 啊？如果你觉得我打得赢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我这套装备还不行打赢他，麻烦你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其实不知道，那个地牢，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的那个地牢里面的怪物，会不会有那么厉害，有那么强之类的？好，那没有关系，在我们去挑战之前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或者是告诉我哪边有什么宝藏啊之类的，我绝不会大声嚷嚷的，
相信我。好，我们先往这个方向前进，因为据我的探测结果，这个方向 OK 确实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洞窟，然后左边这边就是我的农田嘛，所以那我们就直接出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马沙嘎，不行，会被射死的。谁？哪里？先跑！忘记一件事情，忘记做火把。你们会不会觉得枯弓是一个非常机车的生物啊？我会耶，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机车的生物，因为它就只要拿着它的弓箭，然后就那边瞎射就好，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嘻嘻哈哈这样，嘻嘻哈哈。可是这觉得它很倦耶，真的不是我在说，这很倦耶。为什么受伤了嘞？嚯！还有你，完了，怎么还有啊？哇，才刚下来我就要归西了吗？不管了，先擦亮这里，然后再把其他地方封印起来。来把这里堵掉，这边应该 OK。好，那我就先往上走。我们都先走一条看看好了，毕竟嗨，你刚刚是偷听到我唱歌哦。你们两个好亲密哦，抱歉啊，对不起，我不要看，我看到僵尸在亲他有点害羞嘛，因为热情如火那一瞬间其实都不想被打扰。我懂啊，盖起来，眼不见为净了，太棒了。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两个在里面干嘛。你们现在可以做很多你们想做的事情哦，我不打扰的哦，我和平，对，我只吃小孩的肉，我是一个吃小孩肉长大的怪叔叔，好吗？你们可以在里面开心 happy， 做啥事我都无所谓，不要牵扯到我的就好了。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多补充一些僵尸的肉，不然的话好容易用完了。小孩的肉总是有点不太营养，果然还是成人的比较好嘛。他们刚刚是在这边啊？你们刚刚是不是在这里面谈恋爱呢？没有。我以为可以偷袭，有没有？从后面绕，又是死路！天哪！不然还有哪边可以走？这边哦。好多沙哦，想必这边一定很沙吧？到底在讲什么？有铁，好棒哦！吸一个。这是什么硬化粘土？这边的格局好奇怪啊！这边刚好就是一个方形的。好吧，相信它没有东西。又发现一条路。OK， 发现完毕，探索大概两三公分，就这样子结束了。这里面有会藏东西在后面吗？不会吧？这里的东西感，这边东西感觉起来就没啦，就到这边为止了。我只想收集几块铁而已。其实我人不贪心啊，只是想跟你奢求几块铁回家过活。这个是青金石，青金石可以做染料，还有顺便把你的脸涂的绿青色的，这样有点像有种族的人。我要成立一个 OK， 好，人生就这样子，每一次尝试呢，总是让你碰壁。只要你想要努力，就让你碰壁给你看，有没有？除非你钻过它，但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后面这边对，我们这边都来过，我们这边其实基本上就啥也没了，除了那一个上面那边没有去过，那我们去看好了。OK 啊，我真的是全世界最不会盖梯子的男人。有没有东西让我挖？是砾石，砾石可以拿来那个点亮那个地狱。那我们就，我有铲子吗？我有啊，为什么我要拿火把戳嘞？但是我们并没有地狱，不对，我们有，我们还可以去地狱玩。地狱有什么？火辣的阵营，火辣的僵尸猪人。好了，挖到一颗砾石，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圆满的结束。
看起来就是被我们都掏空啦，这边看起来就没有，那我们就往这一边走上去，往另外一条尝试看看，有插过火把的基本上都是已经探索完毕了啊。耶耶耶，我刚刚知道说什么，就是想不到，所以我发出了一个耶的声音。无聊，好啦，其实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张地图好像还有很多的分岔点，我们可以去看看，但不过好像那些分岔点都并不是那么好找的。好，有一些哦，我想说刚刚有一个黑暗的空间可以让我进去里面撒野什么的，结果没有，它只是破土。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终点啊？突然觉得。不管怎么样，先挖再说，先除再冲。吃饭爱吃三碗，才会大汉较紧。有安尼讲法吗？对，我很好奇，我的观众们，请问你们有多少人会听得懂台语，多少人听不懂台语啊？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人好像，对于台语好像不会完全听得懂，反而是只会听得懂一点点，有一些是甚至是不会讲。其实我蛮好奇有多少，就是有多少这样子的观众这样。如果你是会讲台语的人呢，也欢迎在下面告诉我。然后如果你是不会讲的，也在下面告诉我。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夸张的比例，这样会就是很多人都听不懂这样。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如果很多人都想听台语，就变成台语频道啊。今天要来生这几嘞。这集咧创世神这台语怎么讲？这集咧创世神怎么讲？如果你知道怎么讲，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好啦，今天的影片其实录的差不多了，我们也已经盖好了我们的农田，并且呢挖了一些不少矿物，挖了十个。哦，还蛮少的，好难哦。这其实真的很蛮难哦，我忘记关门了，蛮难探险的。下一次我们往那边走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往这边，往那个地方前进看看，那边好像蛮丰富的，然后怪物也蛮丰富的，之类的啦。然后我会记得下次把那个腐肉带好，这样子。好，那 OK。如果喜欢我的下界生存系列呢，记得按下一个喜欢，并且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你有来过。那如果你有在下面留言呢，就有机会让我在你的留言旁边按一颗爱心哦。那就是这样，谢谢你的收看，我们记得下次再见啦，拜拜。